来到这里呢与大家见面，也要非常感谢我们所有出钱助力，所有的头给楼主啊，所有的老板们，谢谢你们包下我们这三晚的歌台，第三晚才看到大家，非常的感谢我们所有在场的好朋友们，谢谢你们的光临，谢谢。那么呢也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大家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，看到很多的都是大哥大姐，所以呢今天呢就来安排一首呢第一首歌一首心情歌咯，第二首歌呢送给大家一首怀旧经典歌曲，一首火力骗土灾送给大家，也谢谢我们的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刚刚我就唱福建歌了啊，你们听到刚刚好像福建，这首就是福建歌也是。
老歌掌声比较多哈，所以呢我就再安排多一首哈，还没有再安排下一首歌之前呢，我就刚刚先谢谢我们魏大哥，还有谢谢阿星大哥你们的红包，谢谢。还没有唱下一首歌，也要谢谢我们的陈刚，谢谢他今天的安排呢，我们所有的歌星才可以站在这里呢与大家见面啊，待会他自己呢也会唱歌给大家听啊。对对对，好，那继续呢，我想安排下一首歌，一首《海鸥》送给大家，是一首老歌啊，送给大家，华语的，华语的。翅膀，看着。